到这个地方是最后一条路，走转回走。对，这里是 Goldstrasse， 狮子的意思。过来，到这里以后，看到右边一条路可以上去。应该是直走过去，没错。这一个 panorama 景致，可以看那个普化战争里面的一些故事。我想先去那边，时间再来。这有一个 logo， 这个商场，然后这栋楼蛮壮观的，现在是逆着光拍。往那边去。帕罗拉玛被这些山给遮住了。哦，这个风干火车在这里。现在怎么走？我要看地图，慢慢走。应该是这里，没错。景点。再看到这个就知道应该在这里，没错。就在前面。Denkmalstraße纪念。是纪念1820年法国大革命时候，为了保护路易十六而牺牲的一些士兵。那个普化战争那时候的一些历史战争故事。画当时战争的一些情况。我还是先到这个教堂看一看，然后再来往上面还要再回头，在这里看就很宏大，入口那边那么小。回头拍下去，那小孩很顽皮，要去看人家电影，妈妈在那里。这个左边有一个，爬，在法国爬太多了。那大概也是最后一个景点了，再来就到维也纳去。Thank you.
走边进来。在教堂的旁边、后面，全部环绕起来，这些廊柱有一些人的纪念。